谢雪碧哥的小心心，感谢关注。师叔哥，你啥时候来猴子这升升级呀？看着你这刷刷的升级。大家秋风的灯牌，欢迎大家晚上好，欢迎走进猴子直播间。点点赞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戳戳屏，点点赞。欢迎半面哥，晚上好呀 ，Hello。感谢外哥，谢谢外哥的小心心，晚上好，嗨嗨，欢迎走进猴直播间，晚上好呀，朋友们，感谢好人哥，谢谢好人哥的小心心，感谢哈喽哥，我们一起点点赞哈，朋友们，戳戳屏。感谢朱家大院儿。点点赞啦，朋友们！还有宇哥，晚上好！冲冲10000赞哈，朋友们！哪吒，跟哪吒有啥关系？来，秋风哥的星星。晚上好，晚上好呀，星芳姐 ，Hello。感谢群，谢谢群的小心心，晚上好，欢迎大家，欢迎走进猴直播间，我们点点赞啊，我们一起冲冲10000赞，感谢关注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白月正午的阳。感谢转角遇到爱，谢谢送我的小心心，晚上好，感谢我们新芳姐姐，感谢阿顾，谢谢关注，感谢秋风哥的心心，我们点点赞啊，朋友们，一起戳戳屏啦。欢迎夏雨姐，晚上好。背景呀，还行吧，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以前那个背景。要说换换吧，或者换换，我个人还是喜欢以前的背景，因为我这个人喜欢简单一些，喜欢简约一些。感谢关注，谢我们星芳姐的小心心，离心。晚上好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家人们。想要看猴跳舞的朋友，公屏上掌声走起。来发个福袋哈，家人们左上的墙角福袋。左上角请小福袋，朋友们。第一支舞蹈来喽。哎呀，又忘记改口令了。我又忘了改口令了。
转就变得很安详。风吹过绿波，泥土清香，我和思念进入梦乡。每当月光洒在毡房，只有那云朵静静的欣赏。阿妈的摇篮，童年里晃，古老的故事慢慢安家。草原上的月亮，阿妈的目光，照亮我心中那一份思念。好看吗？一曲《草原的月亮》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。那只蒙古舞好看吗？朋友们觉得好看的朋友，哎呀，有点喘。我们可以公屏上扣个好看，感谢送我的大墨镜，可惜。我们点点赞哈，朋友们，吹吹屏，
主播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，然后古典舞呀、民族舞、现代舞、爵士舞等等等等，每天不同风格、不同主题。我们跳一个白狐，正好我今天穿了一身白，好吧，咱们点点赞哈，朋友们，吹吹皮 ，OK 不？草原就变得很安详，风吹过绿波，泥土清香，我和思念进入梦乡。每当绽放，来喽！点点赞哦，朋友们，咱们一起冲一冲，我们一起冲一冲五万赞，好吧？阿妈的摇篮，童年梨花。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
去什么喜欢的想听的曲子可以打在公屏上、啊、朋友们。四哥你有没有喜欢的曲子呀？有没有你喜欢的？大家们想看啥？美丽的神话。行，我们一起点点赞啦，朋友们，咱们一起冲冲屏，我们冲一冲，冲冲十万赞吧，好不好？快去美丽的神话。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，你还一枚飘飘来喽，点点赞哦，朋友们。爱是什么？最神秘的等待，星星坠落，风在吹动，终于再将你融入怀中，两颗心颤抖，相信千年等待有我承诺，无论经过多少的寒冬，我绝不放手。
盛开的花，穿越时空绝不低头，永不放弃的梦。盛开的花，우리소중했던약속잊지는말아요，唯有真爱追随你我，穿越无尽时空。서로사랑한다말도못했었네요，爱是心中唯一不变美丽的神话。一曲美丽的神话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感谢我们四哥，谢我们四哥的大弟弟比心，好看吗朋友们？感谢我们 W 姐姐，有点热。大家喜欢看舞蹈的朋友们可以点点猴的关注哈，主播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，然后古典舞呀、民族舞呀、现代舞、爵士舞等等等等，每年不同风格不同主播。这脸上有根毛吗？两颗心，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我们点点赞呀，朋友们，咱们一起点点赞，抽抽屏，我们一起抽一抽十万赞，朋友们。不变的真心，千年等待有我承诺。无论经过多少的。没有什么想听的吗朋友们？我们咱们有小心心的朋友怎么可以沾沾榜、哦、助力夏侯头顶上的心愿任务，只能喝那跳舞热呀，累呀，出汗多呀。感谢我们四哥的大红包，谢谢我们四哥比心，感谢加团。我们点点赞哈朋友们，大家出出屏，看看啥、啊、大家咱前进的小心心刺针拉姆，行，我们跳个刺针拉姆。把我这个摘了，每一夜被心痛穿越，
翻过，把那个痛的山坡，让我想起你的字斟那么，想起你月亮，月亮伴着眼眸，直播间欢迎古云森哥哥，晚上好呀！喜欢看舞蹈的朋友们可以点点猴的关注哈。主播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，然后古典舞呀、民族舞、现代舞、爵士舞等等等等，每天不同风格、不同主题。我们喜欢的朋友，咱们可以小心心、正正榜。
我感觉我喘不上气儿来了都快。感谢我们浪子哥哥，谢谢我们浪子哥哥的许愿瓶瓶，不信。感谢关注，嗯，这是一曲藏族舞的古典舞啊、民族舞啊、当代舞、现代舞这些都可以跳。喘口气。风儿走遍巴拉各种的角落，带我来找你自珍拉摩。我听儿玩一下，嗯，飞一小会儿，喘口气。热死我了，我脑门都是汗。你们今天看光线，大家看着暗不暗呀？感谢阿胜，看着暗不？喜欢看舞蹈的朋友们，左上点点红的关注，还有朋友们没加团的朋友们加加团，好像还凑合，是不是？现在关注我们点点赞啊，朋友们，喝水，歇一小会儿，没有连接，因为定制的都是。Hello， 晚上好呀，好久没见，好久不见呀，嗯，我们玩一把，行，那我们还是来才艺呀，行，好，好，那就闭麦了，行 ，OK， 一会儿麦，喝个肥肥，歇一会。眼跳三只，应该不止三只吧？跳了，现在几点？十一点半。35分钟。感谢若晨，我们震震榜，喘口气，歇一小会儿，一会儿再给大家跳下一波的舞蹈。我今天梳着头发奇怪吗？我知道今天洗了个头发。我今天洗了个头发，感谢我们 W 姐姐，谢谢晚风哥，感谢严哥，感谢我们四哥，谢我们四哥的大弟弟，嘻嘻，谢我们四哥，感谢，谢谢太阳最红，谢谢 ADC 晚上好，感谢希望，找首歌啊。这个歌，一个刺针拉姆，还有一个我的九寨，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就是那个笛子的那个声音好像还蛮好听的，我个人觉得啊。感谢谢谢唱歌，感谢唱歌的亲吻，谢谢史蒂芬，感谢谢莹然，一起众筹一下哦，朋友们，咱们一起捐捐榜，朋友们。是啊，你们也觉得哈，我觉得还挺好听的，是我喜欢的，就是藏族歌曲不是特别多哈，但是觉得就是这个曲风挺好听的。我们现在差16位朋友占榜，家人们能占榜的朋友咱们占占榜好吧，有小心心灯牌呀、啊、什么都可以占占榜啊。小心心大啤酒，感谢浪子哥，感谢暖风，谢谢谢谢启明，感谢浪子哥的你最好看，谢我们苦心三哥哥，还差5位朋友们，还差5位，我们能助力的朋友咱们助力一下哈。感谢严哥，谢谢谢谢镜花水月，感谢老猫，谢谢高手哥，高哥歇一会儿。感谢莹然，谢谢太阳最红，我们现在有1分钟的1.5倍加成，朋友们，1分钟的1.5倍加成，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助力一下，感谢唱歌，谢谢我们浪子哥哥，感谢我们浪子哥哥，谢谢我们四哥，感谢我们四哥的大迪迪语，谢谢。
哎，我真的我好喜欢白色的哟，真的。我给你们形容一下，感谢我们苦行僧哥哥，看我手机白的是吧，我直播着手机也白的，我超级喜欢白色，看我充电宝，看白的。你们的呢，你们大家呢喜欢什么？应该可能男生喜欢黑的多一些，是不是？我确实挺喜欢白色的。我这是没有牌照，没有摇下号来。我要是有一天，假如我也有滴滴，我也要白色的滴滴。我自行车都是白色的，家人们。感谢我们四哥，谢我们四哥的大滴滴微信，大滴滴雨。感谢我们哈喽哥，谢谢美美子，谢谢我们家人们，感谢青青草，谢谢好人哥哥。真的，我自行车都蓝色，还都自行车都白色的，这么喜欢白色，就是我卧室的家具也是白色的。下面我这样摸了一下，我这个衣服都是汗，跳舞真是蛮费体力的。感谢我们严哥的星星。自行车白的。没有汽车，没有摇不上号。我们说说他。公屏上我们走一波拿下，朋友们。感谢我们四哥，谢谢我们四哥，感谢我们四哥的大力支持，不信。谢我们苦行僧哥哥，感谢，谢谢我们唱歌，感谢晴空哥哥，谢谢好人哥，感谢我们 W 姐姐，谢谢 Hello， 感谢莹然，谢谢浪子哥，感谢用户1106，不是嘴，谢我们直播间的每位家人们，公屏上我们走一波拿下，那我可以合作一个，宝贝你。最累的主播是舞蹈，对，尤其专业舞蹈。你们家的朋友有想要指定你歌曲吗？都行，你看着来，要不你想那来一小段吧。如愿。行，你到稍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换一下这个裙子啊。好。我过一曲哈，家人们，我换条裙子，我把这造型脱了。我看一下音乐，来吧，好了吗？能听到吗？可以，来一段哈，合作一曲送给我们直播间的两边朋友。Thank you.
好听。如愿送给我们两边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，祝大家玩的开心。谢谢辛苦了，大家开心送给两边的朋友们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都点点关注，我们相互直播间的朋友可以互相点点关注了。好嘞，谢谢我们所有姐妹。那我撤了，子琳。好的，玩的开心，我走了。拜拜，一路长虹。好的，那你挂吧，我离太远了。好，拜拜。我插上线了，家人们。还没人。好了，送给我们两边的朋友合作的一曲，还挺好听的，是不是？咱们点点赞啊，朋友们。四哥，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想听的、喜欢的？感谢好人哥。我们点点赞，朋友们，咱们一起冲冲150,000赞，好吧？我搞一下这个沙，我这个沙整一块儿去了。来不及起，等会儿啊。有点担心，可以呀，没问题。我要的光荣那把太小了，这是我家呀。这世界很忙，其实我都知道，离开了地面就随风飘摇，决定要走遍天涯心比天高。我就像那一只并存的小鸟，努力挣脱，冲向蓝天怀抱，勇敢地张开双臂，闭上了双眼，远方离我只有一步之遥。我就像那一只并存的小鸟，低头望月，孤独有谁知道，那白雪的羽毛。哎，我站上去，我刚刚腿都软了。家人们一边跳舞一边点点赞哈，朋友们，感谢大家。相伴到天边，作草冷四方。
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断。在心间，因而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断。小龙女，哎，不是小龙，柔儿，扮一下柔儿，我这嘴，扮一下柔儿，我怎么张嘴就来呀？家人们，我已经累傻了，好可怕呀！扮一下柔儿。怎么办？被我自己给搞乐了。感谢悠然哥，喜欢看舞蹈的朋友们左上点点猴的关注哈，没有加团的朋友可以加加团，我换个衣服，再说成李莫愁就行。我刚刚你知道我刚刚跳半截舞的时候，我这样看了眼镜头，感觉又舞劲，还穿了一身白衣服，还散着头发，有点那个跟那个是吧，过儿小龙女那种感觉啊，然后。结果跳完了张嘴，本来想说、啊、这不是铁血丹心里面是那个是那个蓉儿嘛，然后张嘴就来亲哥哥蓉儿，感谢谢祥瑞跳一个，换个衣服吧，我们家人们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听的，胡天森哥哥有没有啥喜欢的，芷若没有，没说没超风，没有长指甲，我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想看的，我换个衣服一会儿，没有加团的朋友先加团啊，古元森哥哥没有，有没的有木有喜欢的，长口气，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。点点赞，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冲冲十五万赞，我们有十五万赞，给大家跳下一波的舞蹈。喜欢看舞蹈的朋友们，点点赞，好吧，朋友们。喜欢我今天的造型。我自己扎了一下，主要是我今天洗了个头发，所以就比较适合散着。家人们一起点点赞呢，一起收收屏，我们冲一冲，咱们冲一冲，十五万赞，一起收收屏。我们现在我看看啊，我们现在十四万多了。今天的装饰造型好看，还有个毛毛，我刚给摘下来。就你看乐意割啥就割啥，反正比较古风一些吧，比较古典一些。朝鲜族舞蹈，你可以加个猴的粉丝团吗？
没加团的朋友，咱们可以加加团啊。加加团啦，朋友们。相伴到天边，作草。感谢土鸡蛋哥哥。表哥。猛人风采外奔放。感谢谢谢伟业，感恩伟业的小心心。威哥晚上好，感谢白露，谢谢白露的小心心。一会儿想看看什么风格的呢，一会儿换个衣服啊，换个你们想看古典的呢，还是想看民族的，大家一会儿。感谢加团，手机从19级掉到0，怎么会掉级呀、啊？土鸡蛋哥哥，为什么会掉级呀、啊？不会掉级的，是不是你找不着你以前的账号了？古典的、民族的，好听。美人如书，对，是的。你好，他们之间就这个。这把血本不会赔，赔大了，赔了夫人又遭病，赔了夫人又遭病。你好，你玩点什么？你说。谁输了？谁数一口气数50个鸡蛋？数40个吧。数不到呢。数40个吧，数不到弹脑瓜棍或者蹲起都可以。那你自己也弹脑门20个吧，好不好？随便，随意。嗯。那就玩弹脑门，直接弹脑门。不，就是要数、哦、数不够的话弹。哦，那就数呗，那就数不够，剩几个弹几个呗。对，嗯。好，来吧，闭麦来。感谢谢落雪。是的，你怎么会找不着呢？号注销啦，被封了？不应该吧？你正常情况不会被封号的，还是啥？感谢浪子哥哥，谢谢落雪，感谢我们土鸡蛋哥哥。应该是你找不着怎么登录你以前的账号了，我可以给你提供你的就是 ID 号，你看看找客服管用吗？你不是在群里面吗？感谢我们唱歌，像我们唱歌的小星星雨星。咱们站站榜啦，朋友们，我们一起站站榜。那你可以找客服，你看看，就是他可能会让你提供当初你绑定的什么手机号啊啥的，你到时候应该就能好，就能找回来了。感谢青山，谢谢好人哥，感谢谢用户106，谢谢我们夏雨姐，谢谢落雪，感谢莹然，一起站站榜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助力一下哦，助力啦！感谢小瑞，谢谢梅梅，感谢土鸡蛋哥哥的星星。我们现在差14位朋友占榜，能占榜的朋友们占占榜哈。感谢风清哥，恭喜风清哥升级，恭喜 ADC 升级，恭喜升级哟！谢谢我们朱莉的朋友们，一会儿我们再那个啥，一会儿咱们再冲，一会儿有一个1.5倍加成。感谢军中哥，谢谢清泉，感谢妹妹。换手机没有把号复刻过，那你以前的那个手机号还用吗？用的话就能找回来，不用的话，注销了的话有点费劲，好像。感谢朱家大院，谢谢莹然，感谢无忌哥，谢谢灯牌。啾啾啾，再用那应该可以找回来的。感谢车子哥哥，谢谢车子哥哥的花花。不行，我们现在有1分钟的加成时间哦，家人们，1.5倍加成。谢我们唱歌，感谢我们唱歌的亲吻。不行，
感谢军中哥哥，谢谢太阳，感谢太阳哥恭喜太阳哥升级，欢迎我们紫英姐，晚上好呀，姐姐。现在我们有一分钟的 1.5 倍加成哟，朋友们，能助力的朋友们可以助力一下。感谢我们苦行僧哥哥，谢谢我们苦行僧哥哥的热球球，心，热球球，热皮球，热皮球。还有十来秒钟加成，谢谢土鸡蛋哥哥，感谢小红帽，谢谢唱歌，感谢好人哥哥的比心，感谢唱歌的亲吻，恭喜好人哥升级啦，恭喜升到17级喽，感谢哈喽哥，谢谢落雪，感谢清泉，谢谢妹妹，我们一会儿一起说说塔啊，朋友们。收收塔塔，我刚刚在舞剑的时候一直在悠着啊，对面冲过来了，还在悠着，我怕我一使劲把上面的小鸟给笑下来了，太可怕了。感谢唱歌的亲吻语，谢谢唱歌，感谢谢四面青山哥的小鸡鸡，还有十多秒钟能收塔的朋友们一起收收塔哦，家人们。感谢严哥的小星星，谢谢金水珠，感谢小红帽，说他啦，紧张，说他啦，感谢我们龙爷，晚上好，龙爷，哇，先生耶，欢迎我们龙爷，晚上好，感谢我们龙爷的出手相助。谢我们苦行僧哥哥，感谢我们龙爷，谢谢我们唱歌，感谢好人哥哥，感谢四面青山，谢谢 ADC， 感谢无忌哥，谢谢落雪，感谢哈喽哥，谢谢晚风哥哥，谢谢我们助力的每位家人们，感谢大家，公屏上我们走一波拿下，行，我们看螳螂对面做的惩罚，我们一会儿跳舞哈。那你来吧，我开始数了啊。好嘞，一个阶段，两个阶段，三个阶段，四个阶段，五个阶段，六个阶段，七个阶段，八个阶段，九个阶段，十个阶段，十一个阶段，十二个阶段，十三个阶段，十四个阶段，十五个阶段，十六个阶段，十七个阶段，十八个阶段，十九个阶段，二十个阶段，二十一个阶段，二十二个阶段，二十三个阶段，二十个阶段，二十五个阶段，二十六个阶段，二十七个阶段，二十八个阶段，二十九个阶段，三十个阶段。我行了，我嘴巴有个汤。十个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走了。好嘞，辛苦了，走了，拜拜，一路长虹。嗯，感谢。感谢暖风吹来，有想听的没？苦行僧哥有没有啥想听的？龙爷，点歌不？唱歌，点歌不？哎，有个小虫子。有个虫虫，有个小飞虫哦，小飞虫还行，我有点害怕那个毛虫虫，就是毛毛虫啊，就是那种爬的那种什么，那个有点恶心，看那个有点起鸡皮疙瘩。感谢土鸡蛋哥哥，谢谢灵性，我们家人们，大家有那个免费的人气票的朋友，咱们可以走一走，要不一会儿过12点就作废了。跳个舞。你们有什么想看的吗？或者是哪一种风格？我跳什么你们都喜欢？哎呀，暖暖，点舞不？点舞不？不点的话，我自己看着换。我不知道你们想看什么风格的旗袍。蒙古族的，藏族的，古典的，阿里郎，那个朝鲜族的是吧？行，那我得把头发先扎一下。我体重多少？我体重90多斤到100斤徘徊吧。把头发先扎一下。九十六斤到100斤徘徊。那头
头发好看，可惜我要扎起来了。因为我今天洗了一下头发，然后我就那会儿看自己瞎搞了一下。身高呀，身高1.7米，净身高。就是我不是特别的，我不是特别的瘦，但是就是正常吧，也没有人说我胖。但我不是那种就是都是排骨的那种，没有那么瘦。再加上我本人是学舞蹈的嘛，然后学舞蹈还要看你学的啥，就是你跳舞，然后做一些什么。跳转翻就是空翻大跳，那都是需要就是有肌肉能力的，包括你跳舞其实也是，像之前咱们跳蒙古舞，你要这样胳膊这样一摆也是摆，它拉住了那种，它这就每一块肌肉其实都是在使劲的，那也是跳，就是它不太一样。其实对，就是反正打个比方，就不好好练功的女孩，就基本功不是很好的女孩，她的腿就会比我的腿要细，或者不跳舞的女孩，就同样身高体重，她腿会比我腿要看上去更细一些。没法子。感谢 MY 哥哥。从小练，对，从小学的舞蹈。我换下衣服。浩哥，好险做舞蹈。冉冉硝烟绽放如初，愿你静静独立世界，愿你得到真心眷顾，愿你凤面夺目，内容丰富，字里行间写满幸福，愿你安详。昨天跟大家聊过这个事情，就是我个人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，就是比如说像什么，就是很多宣传什么天花板啊，或者第一啊，然后什么，其实我就直播来说啊，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。我觉得，哎，我这鼻子上有个毛，我觉得大家喜欢是吧？然后愿意来看你，然后比那些就是虚名啊这些东西，就是啊，我就是说打个比方。啊，天花板，然后什么啊，第一，那又怎么样？不是该怎么播，不还怎么播吗？就是这种，是吧？就是主要还是大家喜欢的话，愿意来看猴，给猴捧个场，是不是？这些东西，我觉得，其实，在我心里的话，会更重要一些。因为这个它不像我参加别的舞蹈比赛呀什么，因为那个是吧，那种类型的比赛它确实会在你的职业生涯里会比较有用，比如说你以后就是应聘也好，或者说反正这是你作为你行业内的一种资历，但是就是这个的话，就是大家喜欢是吧就好了，喜欢来就好了。这个是朝鲜族的那个舞狮，这是朝鲜族舞狮，不是汉服。愿你从头到尾变心迷糊，冉冉硝烟绽。这我们这个五是吧？这少数民族，然后这不咱们不是56个民族嘛？是不是？其中里面有朝鲜族，应该是在延边啊什么那边，然后有很多朝鲜族的，就是我们有跳一个阿里郎，好吧？然后家人们点点赞。每天晚上10:40直播，最近我有时会迟到一会儿。墨迹一下，迟到一会儿。才有一种美丽不可方物，
正常收拾了。来喽，一支朝鲜族舞蹈，也是民族舞，
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每位好朋友，好看吗，家人们？感谢谢谢谢我们苦行僧哥的早上周周雨比心，欢迎四叔，晚上好。唱的不多，因为他好像好听的歌不是特别的多，还有像什么大长今里面的那个歌希望，那那个可以跳一跳。感谢灯牌，欢迎大家。哎，我这个蝴蝶结，哦，没有掉，我以为掉了。腌泡菜喽，家人们要不要尝一尝好好吃好好腌的泡菜呀？感谢棋子哥，哎呀我这个椅子怎么不动了，腌泡菜喽。我的朋友对汉服跟这个有点分不清楚，是不是？不，其实怎么说呢，其实像韩国的很多他们那个服装其实不是模仿我们的那个明朝的吗？那鼻子里头真的有根毛。新年好，新年好呀，有根毛。主要是我这个裙子一飘起来，然后里皮球的毛就到处飞。感谢灯牌，欢迎大家。这个风格第一次看，其实还有好多好多风格，就是大家可能看的都不太多。像我好像很长时间都不怎么跳芭蕾舞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有的朋友应该是没有看过我跳芭蕾舞，包括我之前有跳过的，西班牙斗牛舞，是吧？这我其实都有跳过。攒着吧，把这种小众的话攒着。反正等个什么节日啊，什么特殊的时候，然后到时候给大家跳呗。那主要是有一些舞种跳的时候，好像大家之前不是很感冒。感谢灯牌，没有亮灯牌，亮灯牌啊！感谢我们棋子哥哥的千纸鹤，不行，皮球睡觉了，皮球睡觉了。会芭蕾舞吗？会一点芭蕾舞。之前其实有跳过，其实以前有做过专场这样跳过，但是感觉好像喜欢的人不是很多，然后自己还挺累，脚挺疼，自己挺累，然后后来就不老跳了。就是我总跳什么舞种或者不总跳什么舞种取决于大家吧，反正就是比如说大家我跳了某一种舞种，大家感觉好像反响还不错，我可能就会多跳一跳，那我老跳可能感觉好像大家不是很喜欢，我就不怎么跳它了，就跳的就会变少了。好多好看的舞种，其实也不能说完全，反正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看的啊，就每人不一样，喜好不同，是吧？啊，咱们点点赞了哈，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冲冲屏，咱们一起冲一冲，我们冲冲180,000赞吧，好不好？差的不多，一起冲冲来。抽抽屏来，芭蕾舞太高雅了，欣赏不来。谢谢你们。Hello， 小姐姐啊，你的声音好大呀，刚刚吓我一跳。那刚才因为我手机声音开太大了呀。那我们、你今天穿的也古装了。谁输了？我不是古装，我是朝鲜族的服装。我们谁输了、谁唱歌？好玩。好，你会跳？你是舞仙，你不是会跳舞吗？我 PK 不跳舞。来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好，可以。行，输的唱歌是吗？嗯，那闭会儿麦。那赢的呢？赢了，你要说你要干啥？赢的唱歌，输的做惩罚吧。哎，就直接来个输的就完了，赢的啥都不干呀？对呀、啊。行，可以，怎么都行。谁输谁来？
或者你说、啊、或者你说别的惩罚也可以，你看着来。可以，怎么都行。行，那就谁输谁唱歌吧。好，友谊吧。好，感恩飞扬，谢谢飞扬的小心心。大长今，那语音的。